欢迎收看民编公台语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台语是鞋啊，鞋啊，鞋啊，袜子，穿在脚上，通常由棉、毛、丝织品或合成纤维制成，用来保护或保暖的东西，我们叫鞋啊，袜子。鞋啊有很多种，夏天穿的鞋啊通常是为了保护脚，就会穿比较薄、比较透气的鞋啊。冬天或是运动时，就会穿比较厚、比较长的鞋啊来保暖跟保护脚踝不受伤。运动穿的鞋啊就是运动鞋啊。另外还有一种鞋啊，是平安夜晚上小朋友会摆在床头的圣诞鞋啊，圣诞袜。隔天醒来，圣诞鞋啊里面就会有礼物可以拿。这一定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一种鞋啊。关注我，看更多台语教学。想学什么台语，也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。拜。